来体验翻上线上抽。十号去了，好嘞，哦，这样子，靠腰一闪，为什么这样？是确定有 F 吗？ EF ABC、啊、这要怎么配对这么好？你抽全选好，全选抽确认5120，真假的？怎么又是那一只啊？一上12号，然后嘞30号不重要，爱上爱上，哎、欸，怎么可以买？为什么还没出 F？ 剩余6张抽了，为什么 F 在哪 ？F 在哪？哎、欸，就我们刚花了17抽的钱，所以等于我刚刚花了大概5000块得了2只，加最后，那这样我总共抽了，然后我得了4只公仔，这边抽了2只加最后，然后刚那个一抽就中。